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4：黑旗》。上一集我们，基本上已经成为为了钱帮助刺客的佣兵，然后一出港就看到这么一大群猎物，所以我就开炮了。我发现我好像错了，不应该使用我平常的战法，用撞的然后攻击，因为这样的话我等于自己冲起来被他们包围了。哎呀，没有中！我以为我船旋转的速度来得及，老板根本就被围攻了。啊，又被撞一下，最起码得先打倒一扫，不补血的话不太妙。确保一艘可以补血的船了，看血量也不多，我就直接补好了。这次回旋炮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。再补一艘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。我也重新来到他们的外圈，但是就不冲进去了。哦，又来撞我！我这样还是会重新被他们包围。哇，他们有几艘船已经都要倒另外一边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赶快再打倒一艘吧。我比较能够打倒的，在比较远的地方倒是比较麻烦。等一下，他们打得到我，那我刚好不容易补的血又要没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只能先去瞄准那个最接近可以登船的那一艘。看一下我的船长的右边，画面的左边。
还没有吗？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再挨几炮我就要死了。不行啊，逃跑。好险！居然只剩一艘重帆船，这种最适合补血了。再一个。这样血大概又回复到两大格。我记得还有两艘护卫舰吧，然后好几艘横帆船。黄色啊，我太远了，不行，我要迫击炮拉住他们才行。我没有护卫舰，只有一艘，没有两艘，其他都是横帆船。让他拉住，哎，又变黄了。刚刚不是才……我先解决这艘，然后再开回去。一边解决他，一边开回去。为什么这两艘不开过来？打掉，我再回去追那个护卫舰。啊，来不及了，护卫舰的那个叫什么？警戒已经不见了。啊，我以后大概不会想要再挑战这种了。这么多艘船，我这样子。抢了三艘横帆船，一艘重帆船，打那么辛苦，就护卫舰也给他跑了。这样对这么多船来说，好像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。要控制住他们，全部都把攻击力放在我身上，有点难。我在这之前打了好几场海战，所以来到这的时候我已经不想理那一圈了。不过我是往我刚开始那个地方来，会跑来这里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地图，刚好我直线开过来的话会跑到这个新地点。哎，既然都来了，就把这个地方也解决掉嘛。哎呀，夺路失败。七发子弹哎，好多哦。原本的话，我应该是会先爬俯瞰点，可是因为这一次一下就看到宝藏可以捡，我就先捡一捡。这个俯瞰点看完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基本上根本就是盖在海上啊，居然有这种地方。
基本上这样下来就只剩下暗杀契约了。古墓掠夺者，一些英国来的盗墓者最近很活跃。他，哎，常常不小心就直接按圈下去。2700，希望他不要把我带到离我要去的地方更远，那我觉得这可能性很高。我要将我的船进行了一点点升级，就是前面的撞角，看那只新的恐怖的撞角。因为我的基本战法就是撞人家嘛，所以撞角的升级是必须的。There's a small job I'd like to see to some ways from here.前往目标的途中，我来到这里。我记得座头鲸也是我需要的材料，还没有捕过座头鲸。它看起来大小跟白鲸搞不好有得比。We have him on the line. Hold tight, lad.The beast is hurt! Watch it! The tail! Got him! 比起白鲸，它的尾巴只要刺一下就可以停止动作了。Nice one! 不过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，可能是我眼力不好吧。它，我觉得这一只比起其他只更难分辨，看起来它会跟白鲸一样拥有这个靠近攻击的第二段攻击法。See that, lads? 我血倒是少了很多，我之前也把我的鱼叉换成精英鱼叉了，所以攻击也比较强。Gotcha.还蛮顺利的。哇，真的跟白鲸差不多。看到他那个牙齿，我就想到数码宝贝的巨鲸兽。可是巨鲸兽长得比较像，圆圆的那种鲸鱼。我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那种鲸鱼。居然是红色区域，这个手，这个警戒范围好大。我好久没有听到，因为我都把影片，航行过程中都剪掉，所以很久没有听到船歌。等我在玩的时候，会
因为我不太用自动，用快速旅行。哎，之前也曾经跟室友听着船歌在那边摇晃。这船自己找上门，结果还不怎么样。居然是护卫舰，护卫舰这样就爆了。那应该是23等级的。对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，为什么我经常会被换成拳头，就是因为如果曾经曾经过的话，他的武器会自己反，会自己变回拳头，应该是五金的时候他会把武器放在船上，回来就没有拿回来了。总之补过金之后武器就会被调成拳头。钢铁还蛮多的，还不错。我升级船装甲，应该还需要一些钢铁。完了就登到岸上。不过这里没有港口哎，我还是想把船放到港口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还要再往前开一点。那看起来就像玛雅金字塔的图标，对，是我们要来过的地形。哦，战斗中好像不能放舵轮，好吧。还是得把这一艘船也炸了才行。烟太浓了，脚步好像调太低了，反倒被挡住了。不过还好，威胁都不怎么样，这艘应该也。又看不到。大家躲到那个岩石后面，我觉得要绕过去追击太麻烦了。我看着他自己绕回来，就稍微等一下吧。
我要是炮再开的晚一点的话，他应该会受到更多伤害。好吧，登船就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再来登。反正单机游戏嘛，应该是不会消失啦。Haul them in! Get off the wind! Haul in those halyards! Heave! Pinocchio 岛，果然是有金字塔图标的，有两个玛雅石碑。影片会这样断一下，不是因为我又去干了什么重新回来，是因为 PS4 它录影时间就是14分钟，15分钟，然后我是定14分钟切一个片段，剩下1分钟是缓冲，所以有时候影片会这样断掉。我觉得这个地形要攻进去应该不是很容易，因为我这样看过去没有太多的掩护草丛。不过在有崔健的帮助下，或许还是可以的。比较麻烦的应该是各个那个遗迹上面站的士兵吧。这个玛雅石碑虽然很多个目标，但是我觉得反而多比较容易看出来到底要转到哪里。And one more stone. 哦，刚开始就大危机，两个士兵看着我。get off.应该来得及吧？哎呀，果然是枪兵。好吧，既然被发现了，可能就还是得战斗一下。我在想我的目标应该会在这里面，真的就是这个。哎呦，突然来了5个人。剩下上面还有一支枪兵，希望能够不要再被射击。没有，我明明就听到宝箱的声音，还要再上去吗？哦，我就想说，我明明就听到宝箱的声音，那个叮叮叮的，怎么没有看到宝箱？不过那个哨兵在哪里啊？还看得到刚刚被我打坏的两艘船在那，
啊！哦，好险没死哦！这个地方还有不少东西，像黑豹，黑豹也是我，哦，原来在这，黑豹也是我要做强化的，我忘记要做什么的，也是一个强化的素材。反正都来到这里了，就把这边的东西也都拿一拿吧。哎呦！居然躲在这里面，吓我一跳。啊，我看到小地图了，左边还有一只。他居然在咬士兵哎、欸！偷袭！虽然没有说很刚好的渔翁得利，啊，枪声引起他们的注意力。啊，昏迷吹剑，生时间的吧？我觉得超久的，原本就已经够久了，再加20秒。哎，我居然可以做这个了，这个感觉比鲨鱼猎人套装稍微好一点。我先看，应该没有其他还需要。用到白金皮的，你就做吧。说实在，我只是想做而已，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一套装比较漂亮。可是他会自己帮我换装，我大概也懒得换回来了，之后有机会再换吧。哎呀，要被射一枪！一个双手收剑的刺客在你面前，居然想要射击，是因为对自己太有自信，还是太瞧不起我？士兵都清完了，快速把东西收一收吧。最后一个玛雅石碑，这个地方也完成了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Keystone.